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，闭上眼睛就以为看不到，掩上耳朵就以为听不到。要100间学校睇李飞嘅直播，咁我哋同佢讲，你系唔可以咁嘅。佢话你去到唔睇咪得咯。嗱，阿林郑咧就叫人哋唔好睇就得啦。咁呢首《歷史的傷口》咧，喺1989年血腥屠殺之後咧，唱俾死咗嘅六四犧牲咗嘅烈士嘅。如果热切可以换，咁你即系针对我哋示威者啦。我们反对习近平所说一党甚至一人的全面管治权，要求人大删去宪法内的四项基本原则，结束一党专政，还政权于人民。我们不会掩饰眼睛。